苹果树成熟了， Type C 可以再来吃吗？连接所有半导体族群的巨龙苏醒了，月光小队朝大涨的未来前进。欢迎来到股问奇兵，台股起死回生啦，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之前那些辛酸的考古之路还历历在目，还被那些空军嘲笑，现在终于可以出一口气了。那就先让我来出这口气，我这次可是挖到前景超好的化石哦。哎，妹妹，别，每次你特别有信心的时候，后面就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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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看娃娃，又不是每一次我都会落塞。哦，好啦好啦，今天就让你先来吧。那在我公布我的化石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小的化石要送给网友哦。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我出生了。哦不，是两岸的经贸往来持续频繁，企业的中国营收占比也持续拉高，廉价的生产成本，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以过去投资的都过去了，大到晶片业，小到医美，都可以看到台商的影子，其中以 KY 股的营收占比为最高，像是雅德克还有鲜活果汁等。教大家如何查询的话，可以从公开的资讯观测站或是地区营收占比进行查询哦。我挖到的是 Type C 概念股，欧盟2024年将全面统一充电口改为 Type C， 苹果近期也将开始进行所有产品线的转换工程，台湾相关 IC 设计厂也打进了苹果供应链，相信2023年业绩成长动能可期。全部产品转换，那真的对业绩有很大的注意耶。不过我的化石业绩也很厉害哦。我挖到的是 IP 矽制材化石，尽管通膨冲击消费性电子，但矽制材产业随着 AI 及 HPC 的市场扩大，加上先进制程需求强劲，近期股价强势表态，尤其是队长的 Telegram 提到的 M31 去年 Q4 起营收已经连续10个月创历史同期新高了，让我们为队长拍拍手。还偷偷拍马屁，大兵是不想篡位了吗？这叫卧薪尝胆，趁其不备就会出手。其实这版波像密码，三天获利20%，要不是我已经剪头发，其实我还想再播一下。我看你们还是乖乖当小队员就好了。当熊当熊塞，剩下就全部交给我来分析吧。这政策事件加持呢，营收从没有到有，这样故事呢是我们最喜欢的。不过呢，这短线上来看的话， Type C 这边呢相关个股是普遍呈现一个跌升反弹态势，所以你可以追踪一下后续的营收变化。如果说营收有往上成长，那这边呢有开始有领头羊开始冲出去的话，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留意族群性资金会不会开始外溢到其他的相关个股。那我在5月11号的时候提醒大家，这资金呢跑到这个 IC 设计了，所以我们去抢短这个343的创意。那在8月11号的时候，我同样提醒资金呢跑到这个 IP 矽制材，我们进场抢这6643的 M31。 那为什么5月的反弹跟这次反弹我们都跟大家提到要去留一下 IP 矽制材呢？因为第一个它的获利好，在什么股本小，股息呢就会相对比较活泼，所以当 IP 矽制材开始往上动的时候，其实呢这边会开始汇集人气，所以 IP 矽制材动了，你要去留一下 IC 设计呢会不会跟着有资金外溢效益，然后开始往上涨。那另外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是，美股这边虽然说还没有往上创新高，但是已经有相关的个股是开始在创历史新高，包括什么新思科技。那新思科技是做在 IP 矽制材的，所以我们认为说这边 IP 矽制材会开始有一个比价效应，所以后续这边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跌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留意好买点。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应该是我更胜一筹。我的基本面也不差好吗？而且你除了基本面难道还懂其他的？这碗泡面如果我们加个技术面会不会比较好呢？今天队长就教大家如何用技术面来找化石，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那我挖到这颗化石是强势整理的化石。那其实呢，过去我们再跟大家强调，当基本面呢跟技术面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尊重一下这技术面。那另外我们也跟大家提醒，我们不要害怕利空，要跟这利空呢当好朋友，因为大盘在下杀过程中会帮我们找出下一波的主流。你可以找寻一下这边维持着一个强势整理个股，当它强势整理期间，在大盘趋稳的时候
这边股价就很容易率先表态。那通常维持着强势整理个股啊，其实它的基本面会有一定的支撑。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这个跟大家提到月光宝盒啊，或是先前金牌比一比跟大家聊到的这隐藏牌，其实跟大家分享都是有基本面的个股。那这边看到这个建策今天是往上喷出了，嘉泽其实也是往上，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3月5月这边维持着强势整理的元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强势，所以这边你可以去留一下有哪些个股是维持着一个强势整理的。那我们那么说，目前除了这 IP 细材之外，就像网通跟工业电脑其实这一波也是非常强势，那大家一样可以把握什么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底的时候一个切入点。哇，学了这招我就能抓住下一波主流了，姜还是老的辣，队长果然够辣。这是称赞吗？我可是不会上当的。我们还是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月光宝盒吧。那我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月光宝盒呢，跟刚刚 Type C 的概念是一样的，一样是欧美政府政策加持，因为这边欧美各国是要普遍提高这个光纤网络的覆盖率，所以网通我们那么说会是下一波的一个主流。那你不要认为说近期啊网通是呈现一个重挫回档或是有个小幅修正就认为说行情已经要走完了，我们反而认为什么近期的回档是符合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地的一个好切入点，所以这档月光宝盒大家一定要来把握。队长的 Telegram Fly1768 赶快加进去挖宝咯。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古木奇丁我们下次见，拜拜。